如何套路你同学？请你用英语说出一三一三一一三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爱卿平生。英语单词 father 是什么意思？父亲，我记得是儿子，是父亲，儿子，父亲。哎，你有没有用我的橡皮擦？没有，你真没用啊！我真没用，你真没用。我考你个脑筋急转弯，一只小猪跑啊跑，突然撞到前面的墙上，这是为什么？手强带猪？因为小猪不会脑筋急转弯呢。请问你有尺子吗？没有，无尺之徒。请问你有绿豆高吗？没有。什么？你比绿豆还矮？卑微的舔狗日记三。好，今天我像往常一样给你发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。终于我感动了你，你整整回复了我五个字，你去吃屎吧！你已经开始关心我吃什么了，我的宝。上学时最爽瞬间。这么多题目没写，去走廊上补了再进来。你们都在这里啊？好，这节课就到这里了，现在下来跑操。老师，我肚子不舒服。因下雨场地湿滑，跑操取消。我现在找一个人来回答一下第六题。张少辉。范国权，你想回答是吧？那你先坐下。这道题选这个学期我们换一下座位啊，我来念一下座位表。好想跟泡沫坐在一起。方国轩坐在泡沫旁边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一下泡沫。哎，在鸡圈吃饭就是爽。哎呀，我的鸡肉。哼，三秒定律。怎么有股鸡粑粑味？我的肉。这是公鸡，那是飞机，这是啊，突然来不及。好的爱你是人一直到手热。小时候的保护伞。完了呀，这次又没考好，马上到家了，回去又得挨打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大孙子啊，爷爷奶奶在。爸，给我滚出来，这次我就考了20分，当着我爷爷奶奶的面打我，你敢吗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打我。